闪光也在名单上，你为什么就相信他？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，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？你被他把我养大的，罗宇让他养大的，他不一样杀了他，杀死罗宇的是你。何飞，你明知道。 罗宇是被他灭口的，你还骗自己？不可能！闪光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，他根本就不可能。他有什么不可能？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，才有了今天的结果。我不相信你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。 那就开枪吧。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？罗宇做不到，你行。开枪吧，蓝冰，你把枪放下。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。放下！